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有一人要同行，爱有一人要同行，我是要出征，就现在要出征。Hello Hello Hello， 谢谢大家。郑重的宣布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将请假，全心全力投入总统大选。这十个月来，我们市政府的团队卷起袖子，努力的工作，和我们高雄市民朋友通力合作，为建设美好的高雄来打拼。太多太多的朋友劝我参选中华民国总统，不是要我放弃高雄，而是要把温暖与希这种希望带到全台湾。我们可以不可以不要到处挑衅，建立一个和平的环境，让台湾成为民主繁荣的典范。从今天开始，韩国瑜将会带着温暖与希望，从南方出发，重建台湾的荣光，重建中华民国的光荣。谢谢。在我的心中想起了一首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的歌，正好是此时此刻我的心境，我唱一遍给大家听好不好？唱完这个歌，大概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释清楚了。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有一人要同行，爱有一人要同行，你同行绝不成，我现在要出征，我若是打不死，我总会回家来看你，倘敌人不来欺负我，怎会离开你，但国内每个人民都在乎我，我说